然后当初接收到那个什么，那个现在大家都来这一套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邀请函吗？喜帖哦，喜帖啊，什么邀请函去哪？抖音聚会啊。刚刚大家，我是你们看我今天的身装打扮，对，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去参加婚礼，然后黑熊开车，我靠，你也他妈太盛装了吧！我有西装外套，对，你好会哦，你有西装外套，我有西装外套，还行还行，随便干。今天是我们有一个朋友要结婚，就如你们标题所看到的，平常他们两个其实互动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亲密，没想到比较惊讶的是，我根本没看过他们的互动啊、哦，可是你也很少遇到他们啊，有啊，他们前一阵子常来工作室啊，然后当初接收到那个什么那个，现在大家都来这一套。什么？那个叫什么邀请函吗？喜帖哦，喜帖啊！什么邀请函去哪？抖音聚会啊！接到喜帖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蛮惊讶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已经到达婚礼会场了。等一下的话，就是他们要开始他们的结婚典礼。今天我有询问过，他说可以拍 vlog 没有关系，这样。OK， 那我们 Let's go。哟，我们到现场了。他是阿里山他的爸爸，我跟他躲开，但是球爸比较厉害。我是球球他爸爸，家属都到了。他是 Capsule 的财务长，对对对，今天饰演阿里山他爸爸，我真的觉得你蛮适合。真的吗？谢谢谢谢。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爸爸，是一个爸爸。可是你女儿应该没那么大了，我女儿只有六岁而已。你等一下应该上去直接打准折，说我女儿不能嫁给你，谁都不能嫁，谁都不能嫁，只有六岁。那今天的话。他们塞的场地是在一个教会，是非常认真的塞。各位应该在四月一号有看到我的整个影片，嘿嘿。哎，你不是女方爸爸吗？我是球球他爸，球球他爸。对，爸爸。怎么了？很有钱。啊，神仙捏我脸，小鬼凯洛。嗨，凯洛，快点，现在穿这件衣服跳那个舞超适合的。我操你！超大，艾姐到了。我刚刚到啊，两点整。加油。哎，你好胖。女方没有朋友，你看男方有人，然后女方有人，这一排其实都是黑羽工作室的。我们两个是。对啊，等下退出的是。哎，我发现你们女方有人都没人。我就没朋友啊，真的很贱耶！他全部只要他自己朋友，没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看，笑死。三年来的笑。算很久啊。二年，就是你二十年，坐定。要哭啊！你要哭啊！你要真的哭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六岁的女儿结婚，你会怎样？铁牛上次办的婚礼就是跟 YouTube 年终聚会一样。来哦 ，AJ， 什么时候换你结婚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要先做干嘛？哎，各位，他们要开始了，不能。可以唱歌了。对。欢迎新人进场。暂停。他以前都没有照顾你啊！感谢父亲这几年来的照顾，终于要在这天把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。他就交给你，你要好好对待他。好。新人进场，哲哲，你愿意把无论生死贫穷都照顾？尴尬，尴尬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全身是汗。好，你太紧张了是不是？莎莎疯狂偷笑，我有看到。看着前男友结婚，给他。我有戒指的，来。我有。好，换我给他戴，你叫我给他戴。好，好。交换戒指。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崩溃？戴不上去。
戴不上去了。哦，戴不上去耶，不行啊。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，白头偕老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好，耶。你做一个这样子，借位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换位置的锅子比较漂亮，他们都从左边拍，靠北。位置没问题吗？不会，观众没有那么厉害。有啦，观众有那么厉害，华氏兄弟的观众超厉害的。哥，你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桌子上。不然你就真的亲嘛。不然你就真的亲嘛。是工作而已。哇哦！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哦。我发现我没办法拍证人的，我只能拍4月3号发布的。4月3号就是破格。德汉莎莎已经出场了，现在换伟伟要来抢婚。对啊，那里有大字报啊。可莎莎，莎看着他就会一直想笑。我不尊敬的人要结婚，为什么是还说台语啦？我不尊敬的人要结婚。对，他认真傻眼。是微微，怎么办？微微，你是误会什么了？这样可以，我那是无在讲，那也讲那，你要跟这个太早我结婚，我那是无来，我那怎样？你要跟这个太早我结婚，误会，我跟你做了什么误会？你拢欠人家要结婚啊，跟我讲什么误会？你超激动，然后你哥哥跟他说，你是不是有误会？超级平淡。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，我没喜欢过你，夏丽。你跟我想，你哪有这样子？好，很自然。我刚刚想，我就说我会甄别啊。他看到这样的剧情一定会笑，完全是真实的他。我就是这么喜欢我的，他就会说：“干，好精彩啊！”是不是每次婚礼都想参加了？如果每次婚礼都这样，他就会想。我确认每次都会想。干，我愿意包红包来看戏。靠背。你明明有更贵，一家一块花七点两亿二，没有说过。我到底在看啥笑？女子约友怎么不会拍这种？但是我只是兄妹。艾莉莎莎很生气的走掉，好精彩哦！球球，我到底看了啥小？他演的。你明明有共鬼，你敢一花七眼狼一二？你讲共鬼，你爱我做的地狱料理？你讲跟我共鬼，我两个人就是破克隆的皮卡丘的小子同款，永远拢会分开。你实在是只伤我的心啊！我们到底在拍啥小？总之就是一个认真结婚，然后最后把电影当结尾的一个戏剧。你讲咩啊？你哪会离开我？我跟你讲，这我还给不信啊！你看，我就说他们两个干过。你看，这次果然是渣男。傻傻在干嘛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刚刚有手机呢，我剃你的头发去做 DNA， 证据都还在家里。好，莎莎笑毕业。下一个是，我都是怀了你的小孩，小敏。什么？我太开心了！爱你莎莎，爱你莎莎。好，可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我们都在看啥笑。好像是卖药的广告。对。那有几个特写，海洛，我要黑熊跟黑熊也可以。来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那这边一样。对。等一下。哦，好吧，就把我的卡给。你扫到这样。哦。对。好吧。担心。担心。有宝宝。但是就算我没有怀孕，会不会想到这个坏女人让我打手？快把枕头还给我！我爱的是你呀，微微。阿丽莎莎，小米。那我已经，我不想再隐瞒了。我爱的是微微，不是为了微微才跟你结婚的。微微的。我爱的一直都是微微，我就是为了微微才跟你结婚的。快吧。杀手。杀手。真的吗？你愿意和我组成双人女子团体，我们一起七夜来环岛？我愿意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你觉得跟莎莎结婚开心吗？开心想到你要不在。那我们明年来吧。哦，明年，哦，明年四月一号。然后大家就去外面，真的可以吃，那边我到底看莎莎笑。啊，我们已经拍完主要的戏了，现在要去拍吃东西的戏。终于可以吃东西了，耶！终于可以吃东西。赤井，赤井，你跟他可以一起吗？跳一段那一个你最擅长的。我们要一天跑。我满足了，祝福你们。你笑得好像坏人啊。我老婆甩了我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拍了什么。来，你说。我刚问哲哲说，表哥为什么婚礼要叫一个牛郎？然后哲哲就说，因为没有朋友，只好叫外送。哦，有道理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，开心。跟女子约有拍戏，哪个开心？聊啊，很好。吃个吃个。这个太可爱了吧！吃一个看看。哦，偷吃了，偷吃不擦嘴。好，干才掉下去。你们今天准备多久啊？很久了。这个计划是你还是微微想的？我啊。哦，想要骗结婚这样。去年大家都太精彩了，但是什么都还好。啊，了解。那你觉得大家怎么样？大家超用心的，真的，每个人都穿礼服。其实我吓到，我以为大家可能就是穿便服，就是很像你这样，这样装算蛮。其实算半正式的。我就不要说什么穿 T 恤啊之类的就好。那这样就很 OK， 对，他都超帅了，辛苦了，有啊，还不错的企划，只是感觉很难见，我觉得很难见。我原本想要四月一号放，后来我决定我要四月三号放，因为我完全剪不出来，要骗人的感觉，都是破梗。你有什么要对你表哥说？好吃，你要吃他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这样整个那个脖子都肉都被挤出来了。不要拉，什么？好了，你要不要去跟观光景点拍一下？哎，他也要，新郎也要。好背景啊，好可怕，好像背后领哦。那我们有不能样的吗？可是你的意思，对，我是。你感觉很像重金属乐团。啊，你怎么会想找莎莎？你说为什么不找你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找我？因为你没有奶吧？有，我有啊。你有对？但我胸部超大。你胸部超大。老大刚刚选黑羽的，微微人设就是一个热爱吃野狼125的女孩。大小为什么是野狼125？哎，这跟菱形啊。哎，你们应该拍鼻头碰鼻头的。来，这个新人听我这边引导哈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阶段是鼻头碰鼻头，来一二三，不要害羞，往前进一点。OK， 等一下，这是婚纱摄影。好专业。转个画面哈，然后数到三，我们再来舌头碰舌头，来伸出来。一二，来，不要害羞哈。同事兄弟的结婚 prank 拍完了，这样好玩好玩。那我可以变一个模式。你变。球球也会啊，球球也会啊。啊！好可怕！可以再一圈吗？再一圈是怎样？
好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现在回到了工作室。那今天总体而言就是一个大 prank 耶、yeah。那我原本是预计4月1号要发布，就是整人，结果后来发现说，不管怎么拍都很容易就是不小心爆出来了，所以就想说算了。那记得去看黄石兄弟的影片，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 prank， 我觉得很棒。期待明年4月1号会有什么样的作品。好，刚刚呢，如果喜欢听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跟订阅及喜欢，让自己去追踪我的 B， 按照我的粉钻，追踪我的时候，跟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